看前点个赞，金光长是不是？你是蒙哥粉丝吗？对面的监管，好家伙，把我认成蒙哥的粉丝了。我不是，我是蒙哥本人。好家伙，黑粉是吧？上上个视频有人问我打完昆虫之后是不是被车给撞了，我又去看了一眼这个素材，还真给撞了。剪的时候没发现啊，看到出完刀我就给剪掉了，后面我都没看。哎呀，这么好的节目效果又给漏掉了。好了，回到这一把，刚开局我就看到二楼有一个白色的身影闪过，囚徒让你穿的这么亮，小缺口扔一个蝴蝶上去拦一拦，逼他跳他没跳，那咱们自己跳。哎，好家伙，我都没想到他直接走到这儿来了，直接给他一刀，咱们再扔蝴蝶过去。嘿，这什么东西呀？这啊，没打到小蝴蝶，架起来我飞啊，还没打到守墓人，这就过来扛刀了，鸡都不休了吗？好了，终于解决了。这个守墓人在旁边晃晃悠悠的，过去就给他一刀。站在这儿干啥？好了，直接飞回去挂囚徒。小黑粉来依旧了。哼，躲得挺远呀你。好了，不浪费时间了，直接闪现带走。这一波得守墓人来救了吧，两个都在这儿。给我出来。我来了，嘿，快救快救，搞快一点，电机都没了。下板以为我飞不过去是不是？嘿，给我死，又没打着。好了，这波真的不能放过你了，不然电机真的要没了。结束了结束了，直接飞过去守电机了。又是两个都在这儿，玩具商也在这儿，先把他给打残。干什么要放踏板了？哎，我吓吓他。我飞，哎呀妈，这一秒他给回头了。拜拜。好了，玩具商一挂，这一波你们都救不了人，也修不了机了。我看看是不是躲在后面呢？不对，守墓人摸好了，不会去偷人了吧？先把踏板踩掉，然后传送回去守尸。哎呀，两个都在这儿呢，先把这个小黑粉干掉。来啊，你来救啊！不管你们怎么救，我始终挂了一个人在这儿。来，守墓人，别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救吧。哎呀，别搁这绕绕绕了，你在弄啥呀，快救啊，反正你们要输了。好了，两个残血的，先抓谁呢？点兵点将点到哪个就抓这个修机的头铁过板刀。好了，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换挂过来换挂过去的，我真的累了。下来吧，下来你就给我死。又来一个，来来来。哎呀，我真的好累啊，你们能不能投降啊你们。好了，彻底结束了，小黑粉挂飞。